大家好，我是许诺。一个懂社交有情商的人往往受人欢迎，四面开花，一个低情商的人往往会在生活和感情中屡屡受挫。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到底什么是高情商，以及如何用高情商追到女生。开始之前呢，先告诉大家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长按点赞三秒不动，屏幕上会出现三朵神奇的小金花，不知道的小伙伴可以赶紧去试一下。近些年情商这两个字已经烂大街了，随便走进一家书店，墙上都是情商类的书籍，网上也充斥着教情商的自媒体和网课，不过大多数内容都是陈词滥调，废话连篇，实用性也很低。今天呢，许诺想从社交动态的角度揭开情商的本质，和大家分享一个实用的方法论。如果你能做到我说的这一点，可以说你在社交上已经是高人一筹了。这个方法论是什么呢？答案是给予价值。任何高情商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在给予价值，所有高情商的人都懂得在与人相处中要给予价值。具体什么是给予价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一个女生向你要钱，然后你也给了她钱，在这样一个互动中，你就是在给予价值，你的钱就是你的价值，而女生是索取价值的一方。当然价值有很多种形式，包括知识、人脉、名气、地位、好的情绪等等，任何让对方受益的东西都是价值。人会本能的被价值吸引，对索取价值者都会本能的排斥。举个常见的例子，假设一个朋友跟你分享他刚花了150万买了套新房子，而你知道他买贵了，实际上那套房子没那么贵，那低情商的人会直接说你买贵了，某某某只花了100万就买到了。而高情商的人明知道对方买贵了，但是他不会指出来，他会给予对方肯定和赞美，分享对方的喜悦。有的人会说这是虚伪，我想说的是，对方买了房它是既定的事实，在无法改变既定事实的情况下，给予对方情绪上的肯定，分享对方的喜悦，是你能给予他最好的价值，而不是给他泼盆冷水。同样的道理，如果你朋友身上穿了一件新买的衣服，然后让你猜价格，高情商的人只会往高了猜，让对方觉得自己淘到宝了，而不会往低了猜。所谓高情商，就是能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对方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也就是共情的能力，然后给予价值。为什么女生那么讨厌男生聊天的时候查户口呢？因为查户口本身是一种索取价值的行为。你问了女生一连串问题，就算她耐着性子回答了你，结果就是你得到了你想知道的信息，但是站在她的角度想，她没有得到任何东西，她没有获得任何的新的信息，没有对你有任何新的了解，这完全是一场单向的互动。那么我有20多套和女生的聊天案例解析视频，都是通过高情商的方式把女生聊得直接答应做我女朋友。如果你也想看，可以私信给我扣个一，找我要，我会免费发给你。不会私信的就在评论区打个一，不过记得用你的点赞、关注和3连来跟我交换，不要想着白嫖我。可以看我主页的微头条或者动态的置顶图片，那里有领取的方法。另外，就算你查户口，你在没有很高价值的情况下，他根本没有必要回答你的问题。所以说，接二连三的提问只会让你看起来像不断索取价值的乞丐，给了你1块钱，你又来要1块钱，会让人觉得很烦。尤其一些男生会经常问女生你在哪里、你在干嘛等等，这些话有很强的索取意味。有情商的男生跟女生聊天一定是分享自我多于提问对方的。很多男生刚认识一个女生的时候，女生很热情，聊天也很主动，但是聊着聊着女生就变冷淡了，甚至不回你信息了。这种情况大部分原因就是你在聊天的过程中无意识的在不断的索取价值。记得私信扣一问我要聊天解析，看看我是怎么聊的。很多人会说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跟女生聊天，那我分享一个最核心的聊天方法，同样也是给予价值的思路。如果你向女生提了很多的问题，至少你可以在她回答之后对她的回复做出评价，表达你的观点，或者是分享自己与之相关的故事。因为你的观点、价值观和经历也是一种价值，能帮助她更了解你。如果你不知道要跟女生聊什么话题，你可以分享自己生活中好玩的好吃的东西，有时候一张照片胜过千言万语。如果你的生活很无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你是不是就应该做出一些改变？如果你有任何的情感问题，可以私信我，要看聊天记录的记得私信扣一，我是许诺，我们下期见。